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女明星，林心如。我觉得你真的很带种。怎么了？是因为那时候我邀心如，然后说你可不可以来我的不专业厨房？她说好啊，把酒备好就好。她什么都没问。没问。我老公说，哎，你不要又开醉哦。他害怕是不是？他昨天有特地交代我。不会，你放心。我就是一个下午只能做一样菜的那一种人。所以你们家从头到尾就只吃一样菜。怎么了？融了、啊？是融了吗？对啊。哦，我想说没有了，是谁放进去的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一道菜失败了，你不要来打破这个记录。反正我们这就是创意料理啊。好了，弄完拿给徐远宁吃好了。你带回去给你老公吃啊，给皇上吃。哪有那么兴奋来干嘛？喜欢就冲一个啊！学问凑入住啊！不知不觉想你，心跳快到不能自己。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是你把我的快报也看进去，对不对？柴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！我才没有。没有在意。哎，你们好，助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真的喜欢你。身高、体重，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哦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喽。没有想到你那马竟然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张浩杰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